嘛开始上课哈，哎，各位同学请起立，起立，请坐。各位学员、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好。第57届法律啊，做学院啊，为今日开始，咱开始要有三天的时间，伫这个所在啊，和大家来共识。咱大家来法律学院要学的一物件，干那一项尔，就要讲法律。什么叫法律？就是法律和伊的论述。过去。尤其是台湾的地位啊，坦白讲啊，这几年来，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到今日为止啊，46年，这46年内底啊，所讲的，会当讲拢是用感情的，唔是讲历史观呐、啊，啊无就是啊，这拢是中国人呐、啊，啊自古以来啦、啊，自古以来啦、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要求咱这台湾人呢，都拢爱。服从讲咱是台湾人，啊，咱是中国人。恁即摆现准时，伫日常的生活内底，你无法度证明讲你是台湾人。恁用的证明文件，两个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护照。啊，有中华民国护照，请你举手。你有中华民国护照？我差不多大家拢有中华民国护照。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是啥？中国嘛，就是你是中国人嘛，你摕中华民国护照，就是证明讲你是中国人。中华民国护照 ，Republic of China。外国看到这本护照，当然看你后边迄字叫 China， 就该认定讲你是中国人。啊，当然你会改编啦吼，因为我台湾人呢，因为阿扁总统计较，伫这个护照顶面刚加一个台湾。还、那個、台湾一个家咧，个地吼，啊，大家拢飞起啊。其实护照拍开的第一页，迄才是正港啊。伊第一页内底写啥？护照中华民国六块哦 ，passport。什么叫 passport？ 护照 passport 伫国际法内底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才会当拥有诶。啊，若毋是主权独立国家，要安怎？要安怎证明伊家己的物件？伊毋是叫做 passport， 伊用啥？旅行证件，叫做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证件。这是国际上一般，啊、哦，一般的习惯性是安尼啦。啊，你啊看吼，护照的颜色嘛无同款呢。民主国家大部分的护照的颜色拢用啥？蓝色的、深蓝的。啊，那帝国拢用啥物？红色的。哦，你是英国、日本，过去香港啊，未等于中国以前所用的嘛是拢红色的。啊，即嘛，若讲旅行证件用啥物色的？旅行证件一般是两种色，一种是黄色的。黄色的，另外一种是蓝色的。但这个蓝色，和一般的美国的护照，那个深蓝色佫无啥共款。所以大家爱了解，那因为这个所在你就看出，咱台湾人应该摕护照是啥？唔是黄色的，啊就是啥？那个浅蓝色。这是甚物物件？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旧金山和平条甲咱讲，咱是。要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他拄啊，咱个主席郭牧师伊讲，你毋知个注意个听无？伊讲啥？他拄伊讲，咱台湾现主席，吼、哦，咱台湾甲今日个位置啊，有人伫讲，无啊，我都无看到美军啊，无看美军来讲讲美国占领。我常在讲一个例，军事政府的占领，
无一定讲你的目睭爱互你亲自看到讲美国人的军队，还是美国的武器伫你的面头前，安尼叫军事政府占领。占领的意义伫对，伫国际法内底占领就是啥？就是你这个所在这个范围啊，占领者也当完全掌控的时阵呢，就是占领。例如讲，伊甲你宣布讲，这个所在所有的渔船啊，所有的军舰，落做商船，拢袂当甲经过。你若经过，我就甲你拍落来。占领。这块土地的天顶，飞机袂当甲飞过。啊，若飞过，我甲你拍落来。占领。所以台湾这块土地，现主席是由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军事政府占领。啊，这军事政府占领。有什么证据？证据真多。例如，他拄啊，咱国务所讲，迄季德健，讲要派去南洋，要派去菲律宾，讲要演习。哎，去迄个旗啊，顶冠，迄个军舰的顶冠挂什么旗？美国国旗。咱有迄张图嘛吼？你也看，美国国旗挂伫遐，你看，哎。啊！那美国国旗挂伫顶冠，啊！那中华民国挂伫下骹，啊！那较大个毋是挂伫顶冠吗？啊！中华民国甲美国，啊！嘛若讲变大个时阵，无嘛爱变挂平平，敢毋是？喜欢那美国挂伫较顶冠，美国全面掌控嘛。自从2006年10月24日，咱台湾民政府咱控告美国以后，宣判以后，又个第五点讲啥？美国的司法单位甲行政单位讲，恁为今日开始，都爱遵照原告，就是咱台湾民政府这个原告的要求，你爱去做。啊，有你做无？有你做。台湾人看有无？看无。伊做啥？你甲看，为2005年甲即马为止，2006年吼开始，2009年4月初七判决以后到今日。短短的3-4年来底，你看现准是中华民国有改变偌济？第一，叫你免做兵，叫免做兵嘛。报纸电视顶两刚好出来，你毋知注意看嘛？伊讲中华民国军队啊，减4万名，你有看无？哦，你有看下手？哦，拢知影嘛，吼，大部分拢知嘛。减四万名，奇怪呢。啊，现准是毋是讲中国武器向台湾？千多粒的飞弹，啊，愈来愈紧张，啊，电脑安怎？电脑变做兵，佫一个足重要诶，你毋知有看到无？中华民国的三军司令取消，三军司令部取消，你有看到这条新闻举手？你嘛看，三军司令部取消呢？喂，这是足大足大诶代志呢，但是你中华民国的报纸有人伫讨论无？无呢？拢无讨论呢，三军司令部取消，这是足重大的意义，就是什么意义？就是为即马开始，所有军队的兵啊，已经无人甲命令讲你爱做啥做啥啦，拢无啊啦。三军司令部取消，啊无中华民国兵啊，啊个也无，啊个重个重要，联勤司令部取消，时代当然有啊，迄条出来，联勤司令部。喂，什么叫联勤司令部？就是军队的后勤单位，后勤单位就是爱米啦、爱子弹啦、爱什么物件，拢总取消掉了哈。告别2012年联勤总入历史。喂，这种的，所以中华民国各位，我今仔正式跟你讲，中华民国已经开始特别离开台湾了啦。你有欢喜无？你讲爱证据，这类证据给你看。后阵讲军舰出去外口，讲家讲哦，你袂当用实弹哦，甚至拢迄个炮弹拢甲收收起来，用空包弹。啊，你军队拢无 logo 呢？无 logo 啥？无标志呢？舰车无标志，军舰无标志，飞机、战斗机拢无标志，啊，怎要是变啊战舰？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的部队啦。啊，若严格来讲，这是啥？恐怖分子。咱台湾民政府无武器，咱甲美国讲，啊，你中华民国的政府嘛袂使有武器啊。所以，今日台湾这块土地，什么人去统治？美国去统治的，无唔对。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表面上去统治咱，统治啥？统治这一般的大众，一戆推的台湾人啊，还可以相信中华民国？五大基金拢去用掏空啊，你嘛拢唔知。咱台湾民政府嘛，愈慢一天，愈慢一天接到政权。国民党一天差不多，我甲估计，甲咱台湾乌掉2亿美金啊！啊，你着急无？你当然着急啊！在着急内底，你嘛爱叫波来，啊叫法律来，各位，你有看？这拢因的新闻呢，咱无咧讲假呢，毋是今日，咱是叫你上法律。咱这个法律是2年半前，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来成立，想要成立，要把台湾人教翘起来，要将真真正正台湾的实情，给台湾人知。但是2年半的教育到今日有效无？无效啦。是安怎无效？咱4月2日发生一个事件，我本来是叫做华府事件，现在美国已经给你确定了，叫做华府台独事件，华府台独事件。所以我跟各位说，这边去华府的17个其中的7-8个，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网站，你跟我们黑白说，那真的都黑白说，没一项是真的。那些人美国已经正式给他挂牌，叫做台独。啊，如果去美国挂台独，我跟各位说，他们的政治生命到今天为止，再见了。所以你不用插他，这么简单的事情，上课上这么久，阶级在台湾民政府阶级做到这么高，照常的不对。所以各位，我会烦恼吗？我很烦恼的。为什么美国要要求我做国安参谋联席会议的执行长？啊，这个职务就是握有台湾民政府的人事的处罚权。问题在这啦。台湾人若无真真正正熟悉法律，咱台湾400年来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主权的国家，啊，若安尼的时阵，予你一天政权行李，免偌久，会甲古巴同款，就变作共产国家去啊。美国伫古巴已经踢着大铁棒啊，伊哪有可能，搁再一摆，予咱台湾变作共产的国家？无可能啊！所以，各位，咱头前这条路，虽然很简单，但是话讲倒转来嘛真困难。68年的中国国民党的教育，要将咱大家人从头壳内底甲洗个清气，他们讲谈何容易啊！遐尼啊，悬的阶级的人，都一个去美国，一个放假塞弄者。啊，对啊，台湾要独立吗？啊，台湾有台湾人的主权才对啊！敢若袂输，我每一摆上课拢讲，台湾是毋是台湾人的台湾？是毋是？是的举手。啊，毋是的举手。啊，无举手，什么意思啊？毋知啊。台湾毋是台湾人的台湾呐、啊，是安怎？人若甲你问讲，啊，你台湾的所有权你摕出来我看。敢若袂输，你甲我讲我是台湾人，叫你摕证件来我看，你摕袂出来啊？你摕的是中华民国护照，你摕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中国人啊，所以你摕袂出来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的证明，给我看，给别人看，给国际人看，这就是法律啦，法律。所以今日
咱台湾民众的义务甲责任，就是讲，哎，让咱大家人唔免拢种，唔免拢种啦，唔免讲两千三百人拢知影啦。伫四千人内底，有法度来建立政权的时阵，这四千人来组织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啊，来掌握后摆台湾人的英英万万，啊，这是美国所以希望。我唔知影这边的台独事件是美国挑故意，啊，是迄阵人本地就较有问题，但是最近根据咱的判断。本来是四月二一到四月二五，四月二一伫 LA 宣布的时阵都拢唔对起啊！因这人，咱台湾民众甲派出去，一个到美国一个兴奋，讲嗯，啊，咱来宣布台湾政府就好啊！你若单独讲台湾政府，各位这是台独，你就爱台湾民政府。台什么叫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就是伫国际法的内底、战争法内底、万国公法内底所成立的占领地区的老百姓，一定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台湾 civil government）。这一定的，爱当成立台湾国无 ？No。台湾临时政府无 ？No。台湾共和国 ？No。干那一个名尔尔，这个名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只有一个名字，没有第二个名字，占领地区。所以你要看六十八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为反对国民党开始，就成立讲要推翻中华民国，啊，就成立讲要反对中华民国，啊，要家己建立家己国家，迄种讲唔着惊了，唔着房间去啦。这块土地有主人吗？有啊，在哪？日本天皇。啊，证明在哪？听好清楚呢。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好出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你所读的，会记了？你所读的，含者所写的，无啥共款呢？我问你，咱所读的册，包括我，咱读的册是不是讲马关条约，清朝？失败，战争失败，将台湾澎湖甲周边群岛永远割让给日本，是不是安尼？那安尼去举手，你读的是安尼举手，你拢嘛读安尼，啊，那不是安尼举手，啊，你不是读安尼，无你读啥？我直接听。我直接听，你直接听无啦，无唔对啦，各位，课本甲你教拢唔对呢，你甲看遐字，你拢捌字嘛吼？捌不？捌字举手。你拢不要牙呢吼，含牙齿都无多牙。你拢捌字嘛对不对？你拢唔敢讲了话，你来这头看你好笑嘛应该啦，啊唔是甲你笑啦，因为你唔对，你听听了之后我就订正啦。写啥？大清大皇帝有无？大清帝国大皇帝有无？皇帝呢？含啥？大日本帝国诶大皇帝陛下签订合约呢？什么人甲什么人签诶？皇帝对皇帝嘛。我讲一个简单的吼，我和你拍一个契约，我一只车卖给你，卖给你，啊，你支付给我，啊，这只贵好给你，啊，判谁你贵谁？姓黄啊，黄姓，这只车是不是你的啊？你支付给我，所有权是不是变你的？啊，你支付我，啊，车交给你交过啊呢？交过就证件给你啊啦，拢给你啊，啊，这只车是不是你的？黄姓你的对不对？啊好，黄姓的车对吧？黄姓讲哦，啊，我年纪都有较大，我要教我后生赛，会赛无？会赛嘛吼，伊后生去赛。黄姓那个叫做老黄呐，啊，伊儿子叫做小黄呐。小黄就是伊后生，伊后生先赛这只车出去，无拄好去共骑着，爱赔嘛对不对？共骑着爱赔啊，啊，怎啊赔？所以因后生就。就站起来讲，臭屁，无啥物了不起啦！恁爸上济将这只车卖掉来赔你就好啊啦！各位，这敢未成立？那感觉伊后生甲要讲这只车要卖掉，要甲赔，会啊？你举手？啊，未使你举手？哦，你拢会晓嘛？你拢知影嘛？未使卖，先嘛？车的名都唔是这个小黄的呀，车的名的所有款是啥物啊？是老黄的呀，对不对？赶快！
台湾这个土地的名过户什么人？日本天皇啊。所以日本天皇伊的土地，伊将这个土地交予什么人来管？首相管啊，首相来管啊。啊，因为这块土地还没变作日本政府、日本天皇伊的土地进前，这是一个殖民地啊。啊，殖民地叫国际法，都爱派啥？派一个总督来管，总督来管。啊，所以战争失败，战争失败，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日本天皇无处理，所以这块土地要搁向的日本天皇的啊，安尼简单无？啊，有人作推的呢？啊，你都没有文件拿出来给我看，那就文件，啊，就写个这些马关条约、甲旧金山和平条约都有啊。这爱文件吗？我用安尼讲，恁听有无？听有的，请你举手。拢有嘛？拢听有嘛？啊，就一挂推下面都听无咧。啊，无你们，你要拿一个证明文件来划空这块土地，讲日本天皇的，啊，马关条甲旧金山和平条约讲啊，才清楚啊。合约、条约，因为领土条、领土啊，就是领土的转变啊，一定要靠什么？啊，靠条约啦。啊，拍契约啦，拍契约以后，这块土地若要变，才会当变。啊，若无拍契约，要变都袂当变啦。啊，足清楚的无？所以台湾人听袂晓看咧，袂晓看，真正袂晓看。卖讲台湾人袂晓看，有一寡美国嘛，无多看。推推推呢？足清楚的代志推呢，啊！美国军事战略大家都知啦，23条，旧金山和平条23条，23条讲啥？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全国，啊！这大家都知呀，啊！其他啊，你看无啊？讲是属日本天皇，伊都唔知啊。其实真简单啊，所以就是啥？要让咱台湾这块土地，咱即马开始，咱要做鼓吹，要讲的，就是要让台湾这块土地国际地位啊，变作。可以正常化，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咱来各位作为来读一摆看卖好唔？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来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各位，你唔通想讲你读这三摆，你读这三摆读台，你未未记哩啊？阿伯人呐，跟你讲啥？你予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就好啊！这正常化是啥物物件？就是上日本天皇啊，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啊，就是2010年9月7日，咱去美国的时候送咱迄两张图，送图予你。美国人哦，一向哦，伫只政治上的操纵哦，未甲你明讲，送图予你就好啊。各位，送这两张图。那恁你嘛，我若卖甲你讲遮，你敢看有？斗平这张就是讲，台湾这块土地上像的，住伫这个二重桥这间厝内底，这间厝上住伫啊？日本天皇嘛，对不对？哎，注意呢，啊，有个人嘛是足吹的呢，多看看伊讲哦，啊，我知影，我知影，台湾这块土地属迄两只白色的牛仔的。哎，你们能笑呢？有人安尼呢？过来，这个奥巴马就是啥？占领嘛，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啊，有人问啦吼，讲啊，请问要占偌久？他们讲占足久啊呢？哈，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看见没？2013年呢，68年呢，68年啊，68年占领会结束无？嘛爱结束啊啦！啊，但是什么时阵结束？你甲兵以前的判例内底，伫1853年、1853年，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就是 Close 对 Harrison 的判例。伊讲啥？和平条约生效，无代表军事政府占领结束。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啊，但是无表示讲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结束。啊，那军事政府要占领要结束，都要美国的参议会通过相关的法律，或者是由美国总统宣布。所以，咱兵回历史以来，
1941年12月初八，美国国会向日本天皇宣战。到今日，美国的总统、美国国会无宣布讲对台湾这块土地停止占领，所以讲因为这块土地，美国还是在军事政府占领。啊，有啥物做在知影？我唔知你有伫看电视无？即摆电视拢较少人伫看。前几工啊，政论节目有一个节目伫讲，伊可能台湾的地位啦，有一个空军的驾驶，战斗机的驾驶，伊讲一个代志，当场所有人拢无法度回答，伊甲讲啥？因为我感觉真奇怪呢，伊是空军嘛，塞飞机的嘛，伊讲哦，我觉得很奇怪呢，是安怎？啊，咱中华民国所买的飞机甲军舰，拢爱放伫关岛，你捌听的无？你捌听的？但是上课我以前就甲各位讲过啊。那照现出时这记录 F22，咱台湾嘛有买三只呢。啊，三只放伫着关岛。全世界有人讲叫你开钱去买飞机，啊，放伫因到底使？有这戆的？啊，那台湾人拢这戆哦！我等下各位讲，阮兜若欠一只车呢，无你去买车来放喺阮家，我来使。迄是阮情形呢？啊，佫有一句话佫足奇怪，伊讲中华民国买飞弹，拢总放伫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内底。每摆若要用迄个飞弹的时阵，就安怎？就爱甲申请，啊，申请以后，飞弹就再摕倒来用，加奇怪。中华民国的飞机买开支，飞机 F22 是足侪钱的呢。迄一只 F22会当抵得上几百架的战斗机呢？伊的飞机竟然是放伫关岛，啊，关岛阁不是台湾人使啊，什么人使？是阿东阿弟使呢？这款你敢知影？你绝对唔知影，你卖看，你慢慢看。但是人伫电视顶面。跟你讲啊，你中华民国开支买飞机，放伫关岛；你中华民国的飞弹买飞弹，放伫第七舰队航空母舰顶管。迄、那个驾驶员伫节目内底讲哦，我看不懂，啊，遐来宾啊，没有一个看得懂的。但是那咱各位你去，你就看得懂了。我老早上课，我就甲各位讲，迄阵你讲的时阵嘛，冇人伫甲怀疑呢。我以前有甲你讲，青川港有放两只诶 F22，我有讲过有啊。我所讲的每一个代志，拢是美国甲咱讲的。所以，讲起来台湾人真正头脑真歹，阿妈头脑拢无聪明。是安怎？中华民国买飞机、买军舰，爱放伫关岛，啊！你台湾人出钱，这就是是安怎？我带领228个台湾人去甲控告美国的原因呢？逼甲美国讲，你行政单位爱主动来协助咱。所以各位，你参加咱台湾民政府，你的头壳一定要足清楚一个代志，因为这块土地要有主人，这块土地不是咱住伫台湾，这块土地台湾人的，咱干那会当替日本天皇来管这块土地，来家己来管理家己，先要求和台湾这块土地国际地位和正常化、正常化。他们讲美国在这方面操作啊足厉害。你要看日本都，日本以前在安倍晋三被动算第二摆的这个首相的以前，日本这个所在是全部的左倾，就是共产党较厉害。你唔知会记得无？2010年的12月31日，咱台湾民政委忘年会，我甲各位讲，我讲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迄摆伫咱的忘年会有听到即句话，请你举手。哦，恁有一部分拢有听过啊？
啊，未投票，我就知影800,000票啊。票开出来，结果1月14日开出来偌济？79,800,000票，赢79,800,000。有厉害无？安尼有厉害无？爱拍手干毋是？等下等下，你毋是甲我拍手，因为迄毋是我家己知影，是美国甲我讲的。美国人伊话都全盘掌控台湾的政权，甲即款的程度令人可怕。刷入去安倍晋三要选的时阵，伊甲我讲，安倍晋三即摆会做自民党的党主席，会到首相，伊会赢2/3以上，3/4以下。结果日本的众议员480席内底，伊赢340几席。看我夭壽夠喔，當時2-3個月前，那當時入票79塊，他就跟我說，我美國要放給他貶值到100塊，現在多少？103有喔，有準嗎？我敢問我奇怪，為什麼日本的日幣要貶值到103，美國都點點，美國挑戰到放給他貶值，要怎樣？要讓日本人賺錢，要讓他變得更有錢呢？後次來負責這個迄、那个东北亚的安全啊，美国人无遐戆啦，伊予你日本人赚足侪钱了，伊徛了别讲，日本钱摕出来，遮所有代志你拢爱来买单。北韩这个腿阿面呢，无代无志，就甲宣布讲伊要试射飞弹，有啊？哦，全世界拢接金不点的有啊？我直接上课甲各位讲嘛，我讲你免烦恼。绝对袂试射，唔敢去人美国，是安怎？美国无遐戆呢？即款的政治的事件内底啊，你爱看有呢？是安怎？美国袂将金正恩，金正恩30岁囡仔尔，美国若要甲掠了，有简单无？我甲你讲哦，南斯拉夫的时阵啊，中国大使馆啊，三个鸟爸啊，甲美国偷摕军事机密啦，一个入去迄个南斯拉夫的迄个领事馆以后啊。美国看偌准就好，因三个人坐伫迄个窗仔门边啊，美国的飞弹就为窗仔门边甲拍入来，全部大使馆内这10几个拢无人死，敢那死去三个，够厉害无？迄、那个代志时阵，我伫中国伫办校，我办大行啊，办大行即摆吼，中国就起屁面啊，叫遐学生囡仔、大学生哦、去甲示威。中国啦，共产党下令就爱示威啊，吼、哦，都示威哦，哗！我要动嘛，我是当处长，无法度呢。共产党迄阵我办校的时候，共产党较厉害啊，拢示威点。但是过两天啊，到尾迄下昼开始去示威啊，吼、哦，我行偌远呢？哎，我捌看，我嘛对出你看卖啊。过两天无半个学生囡仔去啊，是安怎？是安怎？你也不过去？原来美国大使馆啊，利用暗时啊，去含遐高干的子弟啊，甲叫来，来，人听到讲美国大使馆要召见台湾华裔噶，来，甲翕相，台湾甲翕相，我甲你讲啊，明仔载我若街头看到恁，我甲你保证，你即世人拢袂当去美国。过两天，要去示威的。大家驚到那蝦咧，全部人去。我聽，我真正攏親眼看到呢。吼，美國實在足厲害。你若看現在是美國控制這中國，迄高幹19個高幹的子女啊、子女啊，攏佇美國。所以中國人敢會當欺負中國人呢？伊我都甲美國相戰嗎？袂啦，你免煩惱啦。全世界无限的国家啦，啊，过来，金正恩30岁囡啊，美国人要甲拍死，敢那像迄南斯拉夫一粒炸弹甲拍落去，啊，就翘下，对不对？啊，金正恩嘛足好耍的呢，我感觉美国你该配合呢。伊讲要拍飞弹，今日宣布飞弹的车甲晒出来，迄、那个发射器甲举起来，哦，敢那真正要甲射呢？哇，所有机啊，翕相，互你翕了。今日翕片会曝光，放落来，塞登一坑。计量杆阁塞出来，发射器阁举起来。甲发三摆，
我这三摆南韩就惊死啊！南韩讲吼，甲美国讲，F-35买卖无？较贵，我就买，甲你买。一只 F-36六十亿美金呢，60亿呢。我甲你订偌济？甲你订60只。日本嘛讲，我嘛 F-36，我甲你订60只。澳大利亚讲，我嘛甲你买60只。澳洲嘛讲60只，安尼无代无志，伊变240只。美国经济哪会偌歹？未歹耶，好得不得了呢。好、啊，这代志结束。是安怎？美国哪会无爱将迄个配套啊，真正的甲消灭？因为中国较巧啊，中国将伊个哥哥啊，叫做金正男，比金正金正恩呐、啊，生了搁较大颗，腿阿面呢，中国你甲饲啊。一个看讲，伊伫伫遐咧乱的时阵哦，欢喜噶。希望讲美国甲拍北韩甲拍倒，啊，伊真正个送去迄个东、迄个东北伫遐等。阮小弟若去互拍死，我就等伊去坐大位。你像美国讲，恁爸敢有遮戆？我甲你拍死，啊，换金正男登来做大哥，啊，金正男佫甲中国遐好，我无遐戆啦。所以伊就派代表去甲金正男讲，头讲，咱小演的就好啊哈。全世界拢讲推推啊，在恁拢伫遐看啊，有紧张噶？会战哦，会战啊！咱老早得着是讲未战啊。今日中国，迄情形同款呢？我阁甲你讲哦，美国已经甲中国讲哦，喂，我先甲你讲哦，我台湾这块土地要还给日本啊、哦！啊，中国当然伊听了未爽，所以中国。伊个总理即马叫做李克强，5月12日去德国访问的时阵，头一摆，伊讲啥？头一摆，伊无讲哦，台湾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内战的问题。哎，个，咱伫读册时阵啊，以前啊，咱个课本时阵甲你讲啊，台湾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内战，共产党甲国民党烧台，啊，台了国民党走来台湾，啊，台湾即个土地变做一个问题。No， 李克强已经将过去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所造成的，这句话已经给提掉啊！伊即马讲啥？伊讲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啊，即马一日发表，伊讲波茨坦宣言内底讲，伊要执行第八条的开罗宣言。啊，第八条的开罗宣言讲啥？讲台湾啊建澳，美国要将台湾。来归还中华民国。1943年12月开罗宣言签迄个时阵，无唔对，台湾这块土地还阁是日本天皇伊的殖民地。但是1945年的4月7日，日本天皇昭和天皇宣布，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予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你们讲参政权甲参战权，这两个权获利以后啊。台湾这个土地跟老百姓的心灵、做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满国公会规定，台湾这个土地变成日本天皇伊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人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1945年4月7日，这点他没讲，真侪国际法的学者看不懂，他不会看。因为安尼，美国就开始讲，甲中国讲，我先甲你讲哦，我再给你几年的时间哦，我要将台湾要还给日本天皇。你中国若心态若无改变，你阁继续要用民族主义伫你中国内底内边啊，甲你个老百姓，都你家煽动啊，若发生代志，你中国要自己负责啊。你讲中国伊袂惊吗？你想看习近平敢用算呢？无呢？共产党用指定的呢？温家宝以前做总理的时阵，嘛是指定的呢。你想看嘛？习近平一日听到安尼，伊敢敢伫中国煽动民族感情？煽动民族感情以后，那真正美国将台湾这个推到还给日本天皇的时阵，你中国是不是会起批评？所以伊安怎讲？这三年来，中国已经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讲说台湾是中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在有注意不？我相信你们没注意啦。温家宝在今年一月份要落台以前，他说什么？过去都跟我们说什么？亲爱的台湾同胞们，有没有？现在说什么？亲爱的台湾人民。同胞跟人民怎么不一样？同胞就是港政的，我们两个港政叫同胞，我们两个不一港政人民。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港政的，对不对？对，你们欢喜一下，很清楚。所以李克强他一个说，我一个哭注意看，哇，五月二三，余正生，余正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兼政协主席，还兼上海市的书记，在联合报的 A5 版顶版说什么？来，那个报纸出来，他说哦，法理台独，只要啦不搞法理台独啊，他就要跟中华民国民进党啊接触。我马上有写一篇文章，这么久以来台独的台独，按来讲法理台独，民进党没说过法理台独吗？没有，只有陈水扁有一次他说法理台独是说什么？因为阿扁啊，那当时写告诉去告美国的军事政府，他说他是代表美国来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所以你不能把我交给马英九去给他审判，法理台独应该是法理台湾啊。因为台湾啊分成法理台湾跟什么政治台湾，政治台湾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在这里给他们戆戆骗抗日戆戆死的部分啊。法律对我现在在我们在这里上课，我们所说的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法律。各位你听我跟你说一句话，台湾只有法律可以解救，没有其他的路了啦。你如果没用法律，我跟你说你台湾绝对救不到，但是法律这条路不好走，你稍微走如果走了歪去扯去，你就变成台独了。请这边4月25号已经美国给他定位华府台独事件，所以那些人美国已经给他定白了，因为后面都要定掉的叫做台独人士。我们检讨为什么美国给他定台独人士的白在后面，美国说的六大点。第一，台湾民政府的民刚提掉，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你都没事，对不对？我也没事，这么多年了，没人敢来跟我们忙，没人敢跟你聊，没人敢来找你的麻烦，就是因为什么？台湾民政府这个帽子盖在我们的头上，这是战争法里面的规定。所以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将台湾民政府的民刚拆掉，还给他宣布，我宣布台湾政府成立，标准的台独啊！你宣布台湾政府成立，跟宣布台湾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后面还有那句话，人记者有跟他问说，什么叫台湾政府？是怎么组织的？就说在里面，他说什么？台湾人有台湾的主权。我们普通时在这里读书说几十次，台湾人没有台湾的主权，什么人有台湾的主权？日本天皇。你不能跳过呢，刷你去现场记者会现场，把日本的旗子收起来，把我们民政的旗子收起来，把它挂两支牌，一支是美国国旗，另外一支军事政府占领去。我们一个问说，你怎么不挂日本旗跟那个民政的旗？他说我都不记得这，我也把美国回复说，他说不记得这，美国哪像都没说的。第二说了没两问了清楚，啪，两张图片在我的头前。蔡明发和一个姓王的将日本的旗夹在他的柜人卡给他拔起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第三点，发生于这是21号发生的，刷下去你如果要宣布的时候，美国说这样
阮美国出一张你们要宣读的文件给你，你照读就好啊。不爱读。这当然，咱的情，蔡其炎先生啊，讲讲啥？我才不要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我如果今天不宣布，我永远没有机会宣布了。录音拢有咧，这不是要宣布台湾独立啥？啊，过来，日苏美战讲改做美苏美战，啊，大家嘛想嘛知影，美苏美战绝对唔对，占领未当移转主权，这大家拢知影嘛。甚至含荷兰都讲，嗯，我没有说美苏美战啊，我跟他讲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啊，无唔对，你丢一半，但是啊，到底台湾是属于日苏还是美苏？因为日苏我不知道，啊，美苏没有说。啊，无你是讲中属哟，啊，美国倒等于台独去啊，啊，你看有恐怖，所以我跟你讲啊，迄阵人啊，卖在你边啊，讲真真相啦、啊，你啊看25号记者无半个，美国的所有单位拢无去，下晡含地壳因迄个要跟咱座谈那边，一日都无去，因为美国。强力的防止嘛，不爱让他们参加嘛。你要在美国首都港宣布台独，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在定位了，这一群人是台独分子。什么人靠近，什么人就是台独分子。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在马上要接到政权的时候，千万不能跟台独挂钩，这样好吗？拜托，你无要甲台独挂钩，你都爱行你家己的路。咱家己的路无定是有较歹行，安怎讲？因为台湾人后壁在推的足多，但你要安怎互遮的推阿面呢？来觉醒，有真侪方法。例如你甲问讲，啊，你定咧讲你是台湾人？你的证件敢来当证明讲你是中国人，所以要求伊来申请身份证。我即马开始，我无要要求讲你都一定来上课，因为我惊着啊。你若真正头脑头壳内底无真真正想要行，要互日本天皇等于日本天皇这条路的时阵啊，你讲要来行法律这条路啊，会阁行出去？美国在古巴已经脱掉一摆铁棒啊，真短时间，让古巴马上变成共产国家，伊绝对袂温准台湾这块土地啊，阁变作共产国家。啊，若真正讲，让迄阵人真正咱接到政权，让伊去做啥物中立啊，做遐中独啊，我甲你讲会吐去啦。所以呢，美国已经甲咱正式甲咱宣布，9月7日，美国讲。我美国官方替恁办酒会、甲记者会，恁敢若派人来美国参加这个酒会、记者会，宣读我美国替你准备好的文件，安尼就好啊？安有简单无？有简单无？无简单呐！稍等嘞！我你拍遐紧，你有把握吗？你有把握吗？安那去搁再一个蔡其炎出现，咱慢慢咧落土去安尼。我不爱让美国人看在边仔听。你感觉真简单，我感觉真困难呢。现在我可以相信谁？我可以派谁去？你认为讲我当派你去，你家去？你家去？一个娘，喊嘛？哦，三个呢？哎，我跟你问你，啊，你其他拢讲可以。啊，实际拢唔敢举手，先啦！你要讲改变了，哈？搁你宣读的，你要讲啊？我都唔捌英语，我嘛你想讲，派迄个唔捌英语去，无人较好呢？对不对？我跟你讲啊，这边我估计9月7日宣布一定足大条的啦。第一条就可能要讲哦，政权要荷兰啦。第二条要讲啥？旅行证件啦。迄电梯下面呢？你讲，嗯，我来讲，今日印好只，我今日印身份证，你印我看嘛？
我建议甲各位讲，因为2000年诶，即个唔，2010年诶十月七日，因为七月七日咱办公室成立，美国讲你申请啊，申请3个月批准，官方批准台湾民政府。2013年诶3月25日，台湾政府这条提到，你免烦恼啦。美国绝对是敢那承认一个台湾民政府，甲一个台湾政府尔啦。啊，什么人告美国？迄个单位伊就甲承认啦。所以遐人讲，要来用台湾民政府要工作，要用台湾政府做工课。我甲你讲，叫伊用。美国律师若不甲告，甲互因头毛生插无，我随在哩。所有钱拢赔都赔未起啊！所以因伫讲啥，我拢无爱讲。我点点看你安怎演变，我最感觉讲，我们像如来佛啦。迄孙悟空哦，要逃脱如来佛的掌心啊，没有那么容易啦。你讲对不对啊？啊，这些拍破就对啊啦。这简单的代志，他可不要想呢，真正作推的呢。隔壁个是啥物人 ？Roger Lin 呢 ？Roger Lin 是啥物人？我呢？台湾民政府这条搞什么人 ？Roger Lin 呢？啊 ，Roger Lin 什么人？是我呢？啊，台湾政府搞 Roger Lin 呢？啊 ，Roger Lin 啥？是我呢？啊，所以你要再成立一个台湾政府，要另起炉灶。啊，你从可美国给你挂讲你是台独分子啊？我劝你哦，拢点点就好啊。不管你哪能讲，你免烦恼。对咱台湾民政府这条路向头前行，安尼就对啊啦，好唔好啊？你受训的目的就是遮尔嘛，啊，就台湾人足侪人种计较的呢。哦，我来甲听看卖啊，我甲你讲，你听看卖啊，你听，你做你去听，你若听，你把我记录起来，我台湾民政府内底都不爱和你做任何的职务，因为我乃知影讲你听听。你的思想有改变了没？我哪知道你听听，你整个思想就变成台独去，跟古巴一样啊。古巴的卡斯楚就是利用古巴人很穷，他给他画一套计划给他们看，说计划经济，哦，大家就去照他的路去走。啊，没多久，美国1899年占领了古巴，1902年古巴就宣布独立啊！足地时间，美国含开始就阿未，伊就独立啊！啊，个人无错，一个独立殖民地的国家，拢是贪污啦。台湾同款啊！咱拄啊接着政权的时候，一定足侪人哦，嘛是都在贪污啦。你啊看有影无影啦？卖讲阿未积极，敢那今日就开始去贪污啊啦！咱的民政府内底高干嘛，真侪开始被贪污啊啦！请这块经营，美国会相信我们吗？古巴的例子底下，现在台湾民众要怕什么款的咯？看到这个代志，足伤心啊！你要看哦，遐的妈，我拢从来不回应，我甲所有人里面不要去回应他。咱爱做好正，咱现在训练已经普通班的有3300个啊。但是高级班的2200个嘛，超一半。但是这边的事件，我跟你讲，敢那迄个，伫台币同款，一个落尾啊，好落来，卖个扣啊。无优秀的唔通用，优秀的才来用。所以咱的中央政治局的干事长林先生，甲中央事务局的干事长徐先生，因两个人。已经开始在我们的所有六个州巡回，你有人召集一些精明的干部，拢总要有政治局和事务局要扣150，拢总扣300个，这300个就是要在我们的民政府的那个官网里面，那个组织架构，那个组织架构拿出来看，那个组织架构里面要找人啊。同时，美国甲咱要求，伫9月7日要开记者会以前，这个组织架构要把它全面的完成。
这个组织架构哦，你也看，来，我哎对，较关键嘞，好，组织架构你也看哈，右边这个部分就是政治局，左边这个部分事务局，咱这个部分爱差150个，每一个单位内底有三个主管，有一个正职，两个副的。开始认定以后，刷下去都要训练，但是歹势，要高级班的人才有资格。所以，咱这期是初级班，后礼拜过后礼拜，原来是初级班，但是过过迄礼拜就是高级班。你若有时间，你来参加。我无你管讲你的年龄几岁，你80岁嘛，我紧，你的体力真好，来替台湾人服务，你可以来。我甚至认为。一寡有知名度的，咱卖低啦。你前主席看遐政治理论，遐拢无效啦，真正拢无效啦，满脑子拢是台湾独立啦。美国甲你讲几啊摆啊，台独代表战争呢？你开玩笑的呢？明明这块土地有主人啊，你喜欢讲台湾，你要讲独立？你有处理水人还是讲水有无？敢有可能讲讲水厝的人，将水厝的人厝卡拢啊叫来？那个公道，你能投我一票？讲这间厝是我的，票投的真正是你的吗？敢有可能？若有可能，请你举手。你若举手，我来带恁兜，我甲你讲，我真正甲你叫人来甲你投票。这只简单，你听有对不对？但是讲国家你就听无啊，讲台湾你就听无啊。日本天皇爷，敢若见拜来讲啊，台湾有台湾的主啊，那是政治上的口号尔啦。法律你袂当安尼共讲啦，敢若袂像你明明共细厝，伫外口臭屁，你嘛来阮兜佚佗，你细厝的呢？但你共讲你来阮兜佚佗，对毋对？会使哩啊，那袂使。你拄着朋友，你来阮兜佚佗，来咱们阮兜泡茶，虽然迄时厝是细啦，但你共讲来阮兜泡茶，咱嘛甲你接受，敢毋是？共款的经营呢？台湾这个土地。处处是日本天皇，你嘛讲来，阮兜泡茶啦！泡茶无一定讲去清楚是你的呢，足简单的法律啊，敢毋是？当然想无呢。就足够，迄个乌白讲乌白，你别看，拢白乌的死中国迄套呢。啥奈台湾人拢较避暑，中国人拢较敖讲话，中国人较敖讲话，中国人安那较敢讲话，中国人碰风，中国人较爱讲白贼。中国人的特点呢？安尼相对来讲，台湾人较避暑呢。台湾人明明都有迄个能力，要请人食饭就讲讲啊，来食看嘛，这无偌好食啦。其实食咧讲，我那食好食。台湾人足歹势，避暑啊。那四中啊就无同款呢，民居就足歹势来讲，哦，这足好食，来食。这两种无同款的民族啦。中国人。讲的聪明是什么？伊讲孔明是全中国最聪明了，孔明啦，诸葛亮啦，想讲诸葛亮上巧，足够骗的呀！伊的空城计，草船借箭有无？用迄草人啊借迄个钱啊，哦，足够骗的，聪明。中国人崇尚的聪明，就是什么人愈够骗，什么人较聪明。西方人是啥？爱迪生很聪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很聪明，两边完全截然不同的文化呢。中国人就讲使用迄个话，例如，司法官要收你红包，你徛袂讲弄死，讲要甲你判死刑，但你若红包送我，我甲你判你无罪。伊若要判你有罪，伊甲你写啥？此马伤人，骑马弄死人，安尼有罪无？一定有罪，对不对？杀人者死嘛，因中国人讲的。但伊若要判你无罪，你红包送给我，送更加多，我就甲你改字，慢慢改，甲颠倒写两字的话，叫做马迟伤人。马家己去甲伊弄死的，当然马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嘛？安尼有搞无？中国人有搞无？所以你看
咱这款的文化敢通有嘞？搁为咱的死呢？真正搁为咱的死呢？咱的后代的死呢？你未死，你的后代死呢？你无都来保证讲，你的后代会像你这样好运呢？所以咱呢是一个真公平、公义的社会啊！1949年6月15日，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印钞票，印新台币啊！你们知无？知影，请你举手。恁是真正知影是假？唔知影，你年龄都无啊！1945年，1949年都未生出来啊！我知影你看这啦，你是看这啦，一块给你换几块？40000块呢？你看偌济台湾人的财产去予中国国民党收去？你想讲伊遐好嘢？迄有原因咩呢？3500减租嘛是安尼咩？耕者有其田，迄拢是用一个口号啊，将你台湾人的财产给你没收。你知影3750是安怎创无？你知唔知？所有的地主给你宣布，你未当有遮侪土地，你一个人若无爱好耕种的，你拢爱交出来。啊，交出来给你换啥？换股票。啊，股票引导引的就好啊。伊印一寡纸给你，所以真侪好野人，一寡田地拢去换一寡废纸，敢那是台泥还不错呢。到落尾啊，迄什么台风啦、啊，什么挖沟遐，落尾拢都变纸去啊。啊，伊即摆土地家己没收了吼，交代吼，伊头头国民党将3%上好的甲挂起来，落地甲跌落，摕70%啊，再去375。去分給你了。當然國民黨是全世界最蓋好的的政黨，為何來啊？日本時代所有的國家的財產都把沒收變成國民黨的黨產，為何來啊？你想說那些國民黨有那麼厲做生意啊，賺那麼多錢啊？沒啦，你想讲国民党啊？国民党是32个国民党，其实不是干那国民党，迄是讲下骹遐人分了了。啊，说台湾迄当阵啊，台湾嘛想要去做国民党，因为这是国民党拢有好康的啊。台湾人嘛是赶快去呢。所以我跟你讲，台湾民主积极进款，转型正义，彻底实施，你讲好唔好？好。所以我听你讲。台湾民众若积极捐款，我嘛要印钞票，我要行，因遐死中国啊！我要印啥？正台币。你印新台币对不对？咱来印正台币。一块正台币，你爱摕40万的新台币来换，安尼好唔好？好。嘿，小蛋，你拍手拍得太早了。你要40万要甲我换一块吗？我今日就去印给你，我跟你讲。当然要有条件嘛，对不对？什么条件？你要有咱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讲你是台湾人的，我才给你一块换一块。啊，若无的，40万换一块，安尼好唔好？啊，有迄个咱的台湾政府的迄个身份证的牙签，我娘，你拢牙签了，我知影，大家拢好呢，大家拢好呢。但我跟你讲哦，我这无你跟你开玩笑哦，你当年。你用一块新台币，你敢换40000块去？即马1949年到即马1113年，2013年，经过遮久啊，总是爱算利息钱嘛，对不对？40000块即马甲换做40万嘛，啊嘛算真公道，但是实际上啊，应该是。1000几万才换一块才对啦，但咱无歹遐歹心啦，所以我甲讲，你的朋友啊，伊若无爱清新台币，哎，咱的迄个身份证啊，你卖甲购物哈。但是我先甲你讲哦，伊若申请迄个身份证，你袂当替伊出钱哦，你袂当我甲你出哦，因为万国公法有规定，要证明你的国籍，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你的意愿，你的意愿呐；第二，你的主观。第三要合法，所以你袂当家出钱，因为咱即摆你想讲，今日你开1000块对不对？咱即前以后
我要用消费券5000块来行李，卖给你吃亏啦。啊，所以伊买5000块行李的时候，你讲有，安尼怎赚呢？安尼你讲两年要即种呢？哇，投资1000块赚500倒转来，袂使啊！我先跟你讲啊，若不爱申请，嘛卖甲购物，买申请家己来，安尼好冇？这是咱的政策啦。咱民政府执政以后，无施行啊，啊不，不是无施行，没有无迄个监啦。咱不爱用监狱啦。你想看卖啊？有人犯罪，你就爱请人家告，对啊，惊伊走去嘛。你就搁煮饭互食，啊，遐烧水互伊洗。你看到鬼咧，啊，逐晚要去犯罪。后摆，咱的监牢改啥？鞭刑，好唔好？你还未看到好？鞭刑的图看麦啊？你有看无？迄些衫爱脱掉呢？安尼来拍呢？我甲你讲，上侪袂当一摆拍5个啦，超过5个会死啦。即摆有啥物人在做？阿拉伯、新加坡，有一摆新加坡吼。美国人犯罪，啊！美国的总统甲新加坡求情讲，卖啦，阮迄美国啊吼，迄皮较嫩啦吼，啊，卖甲拍啦。安怎？新加坡安怎讲 ？No， 犯罪，王子与庶民同罪，照常甲拍落，拍袂死啊！上过去吼，拍起困一个月就影啦。啊，你若讲犯罪较侪摆吼，爱分批呢，所以我甲你讲，爱注意哦。卖犯罪哦，啊！若犯罪哦，你规年烫天哦，尻川拢伫烫。啊，过来就是啥，贪污一定死刑，所以咱有两种的刑期，死刑甲鞭刑。啊，鞭刑的人还佫带一个脚镣，时间到，迄脚镣会甲你，就甲你锁，等下等下等下，过来拍5个。我甲你讲啊。我给你保证啦，后摆你就感觉讲吼，我不爱犯罪啊啦，伊怕吼，啊怕牌啊，等于高估噻，高家己的就对啦，啊你买食家己的呢，那我讲你犯罪，我就搁分互你食，啊就搁请人来给你告，啊就搁起诉互你断，全世界哪有迄种的，你有赞成无？啊有拍手。您家己同意哦，唔是我，我先讲。所以，今日恁来上这课的时阵啊，恁，我要甲恁讲真简单，互恁听。啥人是今日用法律？第二世界大战，什么人轰炸台湾？是美国轰炸台湾，对不对？还是日本？啊，美国，日本的野手？无，美国的野手？未歹呢。伊即马真正真进步呢，啊！我以前哦，伫骗哦，拢骗袂过呢，骗起我就笑个，啊！大家办干嘛歹势？伊即马拢无多呢。美国轰炸台湾无唔对，所以美国人迄个时是咱台湾人的啥敌人对唔对？什么人甲你轰炸？什么人是敌人啊？啊！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对唔对？啊！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啊！啊！你今日做台湾人的敌人的兵？好奇怪呢！啊，有做中华民国兵的，请你举手。啊，你们不会很奇怪吗？当然，我嘛有去啦吼，我嘛莫名其妙吼，对不对？啊，迄阵咱唔知影啊。迄阵旧金山和平条约，敢有予你看？无呢。旧金山和平条约汉文版啊，到2004年啊，才有予咱台湾人看到呢。所有的法律，迄、那个法学院的人啊，去读迄个法律做律师的人啊，拢无读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呢。你看有可怜无？真真正正咧决定台湾的地位，真真正正决定台湾的前途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结果咱拢无读啊，无人读啦，就甲你暗砍。所以一直到今日，咱才知影。夭壽哦，互你騙68年，什麼都騙，從頭騙到尾。所以中華民國課本啊，拜託的，你要看哦，
要倒头来看。啊，你要看吼，啊，拢爱重新一条一条甲检验。例如十月二五，什么节？十月二十五号什么节？那有光复节，哦，别个，你建筑那有光复节？嘛，不是台湾受难节。迄天的日子叫做军事占领日，军事占领日，就交战国的军事占领日，就是十月二十五号。因为迄天签条约，和平天，哎，不，和平天啊，日本的投降，签约。各位，恁会想到真奇怪。我常在讲，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无共款。啊，你一定爱问我啊，证明伫倒？啊，日本天皇不是日本政府不是啊？来，你来看哦，无共款哦。你来看伊的投降书内底，来看投降书。这张带来看投降书，你来看迄个投降书啊。来，你看哦，这个投降书哈、哦，这是签约的时候，崇光葵啊签署投降书。啊，投降书诶，官不拿出来。来，你看投降书，右边上面就是崇光葵，崇光葵代表，伊是代表什么人？你来看遐字，来叫我看出来。崇光葵，崇光葵，好来，叫看下卡咧。这个崇光葵哈、哦，下卡 behave。Of the Emperor of the Japan， 啊，过来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你有看啊、哦？崇光葵，好来，啊，较清楚啊。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日本天皇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政府。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不一样，你看证明在这里，所以日本天皇签的跟日本政府签的是不一样的，崇光葵是代表日本政府，也代表日本天皇，这种证明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上课所说的都有证明，都没有黑白说。崇光葵代表日本天皇签这个投降书，然后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日本天皇无处分，啊是什么人处分什么啊？处分日本政府。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你来看麦，伊写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那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这个 Japan 啊 ，Japan renounces 日本什么？迄个翻译嘛写得不好啦，应该写成日本政府。这 Japan 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放弃 all 后边应该加 s 对吧？你读英文读过吗？不读过英文，请你举手。即摆拢歪牙了吗？啊，行老师去啊，好啦，好啦，我老师我甲你讲一摆啦。ALL 就是全部嘛 ALL 你看、哦、ALL 后面要什么 S 嘛，对不对、哦、人说得很清楚啊，加 S 嘛，啊才有加吗？奇怪呢，不记得加的款哦。所以吉田茂就是签这个约的人，他说一句话，1963年他写一本书叫 The War in Japan， 他说什么？我日本政府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要求哦，主权权利，啊，有一个东西没放弃啥，义务啦。所以日本还有台湾这个土地主权义务啦。啊，他选择放弃，因为美国说，台湾这个土地你别再管了，日本政府你别再管，但是他并没说日本天皇别再管了。所以台湾的总督府的官职还在这里。你不能看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你看看这第二条呢？我来跟你讲，台湾已经不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证明在哪？赶快，伊这个是伫1951年
A 9月8号签的1952年的4月28号生效，赶快在1947年的2月10号有签一个意大利条约23条。你要看这个1947年2月10号意大利条约23条，看看看看这看这，这非常重要，这是吼国际化博士嘛，无法度读的。你干那要看这，你就看到头晕。我跟你讲，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he title to 索马利亚。哎，那减下一个，日本要搁放弃一个啥 claim 有啊？来，搁等于他多少呢？搁等于他多少呢 ？All right。Title and claim 有啊，是不是三项？有啊。啊，过来看意大利的，意大利 right and title 两项，欠一项有啊？欠什么物件 ？Claim。Claim 这个土地是啥？主张啊？主张是啥？殖民地，你就没有主张，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有主张。所以为这个所在你看得出来，因为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实施明治宪法在台湾的时候，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已经不是殖民地了。所以台湾的地位非常非常复杂，在这个所在意大利条约里面放弃 Right and Title， 那就是欠一个 claim， 因为这是殖民地就没有 claim。啊，为这你就看得出来讲哦，台湾这个土地已经不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啊，有清楚吧？所以是安怎，咱要去日本，甲日本天皇甲祭拜，啊，不，甲不是祭拜，去靖国神社甲祭拜。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有第39,100名台湾的英灵，中华民国的忠烈祠内底无台湾人，你为遮你就知影，台湾人是确确实实是日本人啦。忠烈祠内底无台湾人，是表示台湾人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啦。所以你建兵死去啊，死拢应该啦。你亲戚开始给你打，亲戚在归你一寡钱就算了。所以你看到这你就知影，咱什么人？日本人。美国的判决讲啥？台湾人无国籍是原因在倒？因为日本政府先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未当来管台湾人，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暂时没有国籍啊啦。啊，什么时阵才有国籍？就是日本天皇有一天在我们台湾恢复总督那一天，总督一开始那个时间一开始，台湾人国籍就造出来，主人造出来，就是大日本台湾的国籍。啊，这么听有哦，就稍微较深啦吼，这是国际法来的物件。所以各位，我相信您大家在座各位啊，讲啊，这么多啊，以前拢会感觉讲，我伫日本时代，我伫日本人，啊，像雄雄无去，雄雄甲我发这个身份证，啊，恁中华民国的国籍是啥物时阵甲你套起来？知影举手。1946年1月12日啊，1945年10月25日投降对不对？签迄个投降书。啊，过无偌久呢，1946年1月12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就甲你宣布讲哦，所有台湾人为1945年10月25日迄一天开始，的国籍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美国甲英国3次抗议呢，伊讲稍等，战争拄啊结束呢，你若知影台湾这个土地要给你，万无法度给你。日本天皇的土地哪会当可以占领，也袂当移转主权呐、啊？啊，所以啊，蒋介石迄当派人去甲麦克阿瑟讲哦，我是为着要管理较方便呐、啊，暂时啦，
暂时将台湾人当作目睭甲当成中华民国国情啊，要求一个当成中华民国当成六十几年呢。所以我看到这回绝对甲过啊！你美国诶，你军事政府占领我台湾，你若无代无志，划去摕中华民国国情。所以咱甲美国讲，中华民国国籍提起登记，爱给我真正的国籍。当然日本国籍无遐紧，但是你先一个旅行证件行话嘛。菲律宾不是菲律宾啊，那个琉球啊，美国甲军事政府占领以后啊，伊发给琉球的人旅行证件，那旅行证件给大家看者，这张呢，咱嘛买来这张呢。我甲美国讲，我们要这一张。你注意看啊、哦，琉球列岛在先写，啊，半日写写台湾列岛，美国就是美国，美国的民政府，你有看吗？所以台湾民政府的建政委来的，事实上我们的顶头上是什么呢？美国军事政府，所以咱台湾人那用美国军事政府的牌呀，给卡出来。你拢无代志，我甲你保证。今日自由时报的加义版，有一个咱的同心同志足臭屁的，伊迄臭屁哦，伊战车，我有搭你楼下，恁带去看麦一楼。伊甲讲，台湾民政府纳闷，就很觉得很奇怪。啥？我伫红线停车，我无车牌，中华民国咱无爱甲开罚单。臭屁较要害呢！我实在要看到戆去呢。我啊，咱后边有啊、哦，无牌车违停没事，台湾民政府撑起。今日早起臭早十点就打电话话，秘书长，害啦害啦，警察跟那个拖吊车哦，一堆人哦，要给他拖车，要给他拖去啊！我啊，你人伫倒？因为我伫阮兜，啊，你无去现场去看麦啊？啊，就随便去现场。我等一点钟，我拢无电话话。我甲敲电话，我讲啊，你啥啦？苏贤啊？啊，你偷偷敲电话话，叫我甲你处理，啊，我都还袂甲你处理咧。啊，你啥无歹敲电话？啊，我已经处理好啊。啊，处理安那？啊，伊若翕相，咱就拢离开啊啦。我甲你讲，这款就是十几个所在拢安尼啦。挂 USMG， 拢无代志。因为安那有代志，你去找 AIT， 你找美国。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年，变我看，我唔是你中华民国的人呢，我有摕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呢，所以若要管，是美国来甲管才对呢，你讲爱对不对啊？所以，咱即摆马上要发车牌啊，拿五百点呢。要台甲恁国州的州长请，啊，咱嘛违法啥？有一个行车执照，但是你若要挂伊这牌啊，你也有两个执照。第一个，你有身份，你有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第二个是啥？咱的行车执照。啊，拄啊开始的半年，歹势，两支牌啊拢爱挂，是安怎？美国讲，我不爱你直接甲中华民国发生冲突。半年后，你迄、那个。中华民国才给取消就好了，这样有理吗？所以有的人说，我何必给他挂两支，我挂一支就好了。拜托，不要公开给中华民国挑战啦，人就怕你啊，你何必就这样，要创什么呢？咱要给他无缝接轨啦。啊，有的，我跟你说，那个伊拉克当时有十几个伊拉克民政府哦。咱台湾即马开始，原来有几个人会去创一个台湾民政府哦。敢若迄阵人为咱遮造出迄阵人，伊讲伊嘛要成立台湾民政府，遐简单哦。你成立我看，你成立。伊成立台湾民政府，还是讲台湾政府啊？甲现住是台湾国、台湾临时政府啊、台湾的共和国，拢共款啊，迄种台独分子啊。美国应该把伊给定伫顶管啊！这人就是台独分子。台独分子，美国会去理你吗？
不会啦。美国跟我们说，四千名训练好，四十一人，一万人拿到身份证，我尽管行李，啊，你欢喜不？但是，咱来小静的啦。迄一寡足臭屁的，卖回来做官员啦，我会惊你啦。卖袂情伊吼，我以前互国民党欺负到歹要害，我即摆来报复，唔通安尼啦。要报复吼，互官方来替你报啦。啊，一箍换四十万就已经报复啊，啊不会啊，对不对？啊，那马英九还是迄个吴伯雄还是林郑，因都爱两千万来换一箍，安尼敢唔好？啊，就好啊嘛，报复要报复啊，不一定我拍牌，安尼是报复呢，免啦。会变做比咱较善，安尼就不好啊嘛，啊对不对？啊，所以咱啊即种的时候，马上宣布，遐个人拢袂让甲出国，留咧，只先往外再来讲。你偌好个啊，我也都不爱信。台湾人就是去给四万块换一块，换一张台湾人土呢。你拢袂记咧呢？都你嘛袂记，恁老爸代志啦，恁阿公的代志啦。啊、台湾人落尾啊，迄个白色恐怖，更加恐怖哇！最近吼、哦，有几个迄白色恐怖的写一寡册互我看，吼、哦，我讲吼、哦，因凶的日子唔知安怎度过。啊，有的人吼、哦、真有气魄，啊，有的人无气魄，拢出袂动静。啊，那像咱这个顶官，迄、那个这边去美国遐，迄拢出袂动静的人啦。这边我敢研究。去美国会宣布迄个讲台湾政府遐人哦、喔，我一个甲研究安那，遐人夭寿拢是美国籍，拢做美国人啊！啊，美国人当然嘛不要紧，我甲你宣布台湾政府哪会成功的时阵，好康因去找啊，啊，歹康哈，你住伫台湾的这人，你家己死呢？你去做你叛变呢？你叛乱呢？你要看个个都是美国籍。蔡明华美国籍，谢锡安美国籍，谢锡安因小弟美国籍，王峰祖美国籍，几乎宣布的，站在头前宣布的，都是美国籍。啊，台湾人戆戆的，腿阿面的，对在后面，啊，站做伙，啊，他宣布，啊，不是他宣布的，不是啊，一个团，十几个人，五个给你宣布台湾独立，啊，你旁边的人也是死啊。安尼是咪？卖国边的人死，含你台湾这三千几个仇恨，拢总死到底了。所以咱马上立即发表，切断、切割，绝对的切割。你要宣布是领导的代志。回来以后，推下面啊，照常推下面，袂晓分啊。我来甲听看卖咧，啊，看了鬼啊！你那笑的有影？你做你去听。我甲咱的政治局、甲咱事务局讲。甲国营国讲，去听诶，拢甲切掉，当然伊嘛，要阁是台湾民政府诶成员嘛吼。因为是台湾人，你不要讲话，啊你变做毋是台湾人，袂使。但是我有权利甲你讲，我不爱互你做官。我若互你做官，你将台湾人阁带去台湾独立迄条路，啊是阁更加歹看。所以咱伫即个所在咧上课。要学的是啥？法律。那你再来讲一句，台湾民政委的立场，听清楚。台湾民政委的立场就是，台湾这个土地领土主权还是属于日本天皇，但是台湾这个土地是由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咱的要求。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爱帮忙台湾人，和台湾这个土地国际地位正常化，很主席只有安尼，阿妈干安尼尔。所以，咱的今年的八月十二到十六，咱要发动六十四个人，要去日本明治天皇的陵前，甲行咧。当然，迄是京都啦吼。所以十二号晚迄下晡飞机坐去大阪，马上住伫日航的航空公司，哎，迄饭店，日航的饭店，
然后隔天刚十三，两只游览巴士去日本天皇明治天皇的墓前，该行哩。感谢明治天皇伊的宪法伫台湾实施。迄下晡坐新干线去东京，住伫东京，隔天刚坐游览巴士去。昭和天皇，昭和天皇实施明治天皇的宪法，伫咱台湾，甲惊哩。啊，了后迄个下晡去靖国神社 rehearsal 彩排。八月十五，迄是足大足大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日子，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拢的代表，啊，日本内阁的代表，咱嘛是同款。六十四个人代表咱台湾民政府的内阁，穿制服，穿甲规规矩矩，要甲日本靖国神社参加伊个秋季的祭拜。啊，伊会到，予台湾人去东京，家己去自由去活动。隔天讲十六号，回来台湾，安尼好冇？费用，因为中间有一段新干线。迄、那个新干线呢，差不多五六百公里，迄爱一万两千几块日币，较贵，所以费用呢，爱找三万八千块台票。当然，即摆一票较俗，应该爱较俗才对啦。但是呢，咱话同款，咱的高山的同志，咱会开家己补助啦。啊，咱这边吼，因为这边是欧洲，不是迄个东南亚的国家拢要去的。啊，咱是代表咱台湾民政府的官方呢，所以这个面子很要紧。所以咱的中道等本来是拢食，咱十二月拢是一千块的嘛，按这边甲提高五百，变作1500块中道等。暗等呢2000块自备，比食有较好个啦。因为啊，全世界拢在甲你看呢，啊，恁台湾民政府食了好啊歹，袂当闹开的呢。所以这边哦，一定要食足好个。啊，车嘛要坐足好个，行动嘛要行得足好个，安尼好唔好？好。即台湾民众的民主嘛，敢毋是？所以恁向恁的酋长报名，六十四个报满就停啊。啊，要报的人，咱六十四个拢来集合，集合以后呢，咱爱 rehearsal， 爱彩排，就是讲你六十四个爱安怎排，安怎徛，安怎一直爱穿。黑色的西装，咱就做迄黑色的西装，啊，这个标志爱挂嘞，帽啊戴嘞，皮爱插个金。喂，这是台湾人的民主呢，因为迄一天我甲你保证，全世界所有的媒体拢伫遐，若无甲咱采访，我谁在你啦？啊，这个配合啥？配合九月七八，美国去甲咱办迄个酒会、甲记者会。哦，我即马开始吼、哦，会紧张呢。九月七八一场，唔系，八月十二一场，九月七八一场，啊，十二月二十阁一场，这三场甲忽略去吼、哦，我讲台湾民众马上要甲美国要求尽快还我啦。台湾的旅行证件很难呐，中华民国爱离开台湾呐，安尼好唔好啊？所以外人，你家己安怎插安怎拿，免插伊。对咱的步，这个路向头前行，安就对啊。我会当甲各位保证，我保证，进进法，伫国际上，我绝对是徛伫上界头前的。因为到今日为止，含美国的国防部的智库都爱甲问进进法。所以我有把握，十足的把握，不是九十九年，十足的把握。我一定带咱台湾人向头前来行一条光明的路啦，好唔好啊？好。今日吼，我要上课到这个所在。等下楼卡呢有准备，我有看迄个仙草兵，吼、哦、啊，这个做明仔啊做七点半。开始呢，到八点，我直接会当甲各位讲一寡话。啊，明仔，即个后日
七点半，因为初级班的人，美国政府要送你一面美国的国旗。好，阿妈明仔再跟你讲一寡其他的工课，安尼好唔好？多谢各位，谢谢。加起立，加来，休困就点心。